Testing 1, 2, 3, 4。Hello。不懂是我的问题，不懂是不是我这边有问题了？应该 OK 了，现在你们应该听到了。哦，再给你们招招手。很好玩啊，已经播了第五次了。哦，素珠，谢谢你们哦，真的很有，你们很有耐心回来，哦，但是我这边还是慢，没问题吧？听到我的声音，啊，听到我的声音吗？要唱一首《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欢的太阳在天空照。找到了我的破衣裳。不能等到你们，看来有播吧？台风已经在11点。哦，好了，直接讲了。谢谢你们看直播哈、哦，很糟糕，算是失败了。不好意思啊，跟我一起玩。还有人还在吗？大家还在吗？已经是要1点16分了。哎呦，我都不好意思了，为什么会这么糟糕呢？我 YouTube 直播也不行呢，其实。哦，还有人进来嘞！哦，应该这个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不会失败。哦，不算失败，不算失败。意思说听到声音了。好，所以应该没问题了哦。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我知道。所以，不知道你们现在情形怎样？刚才有一个网友哦，严叔叔说他在桃园哦淹水是吗？哦，叔叔你说淹水对不对？然后其他的如何呢？还有人听，好像没什么人。哎呦，不好意思，张大哥。自己按心，自己按自己的心，你看，哎，哎呀，那我说，其实下大雨关心的，真的要下到灾区去看了。那我知道，好像有一个，新竹县的县长是吗？哦，跑去意大利，然后有一个到了法国又跑回来。哦，相比之下，哪一些比较苦民所苦？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也是很残忍的。如果他策划好他的行程，他就去那个地方，然后因着台风就要赶回来。看看他要去的那些，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官员哦，台风期不要出国嘛。对吗？哦，好像新竹的这个县长还是啊，你就不应该事先不应该
安排这一段时间嘛。哦，台东很好，没事。好，李玉英，谢谢你。台东没事，花莲也没事吗？花莲可能比较会有事吧。台东比较，台东的地图是下面嘛，哦，花莲在上面，哦，所以我是说，这些官员也是的，明知道台风季节不应该出国了，怎么讲？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哦，你作为一个父母官，你不应该安排在这一段时间哦出国。哦，国民党不行，民进党可以。不过他现在出国的好像是国民党是吗？那个新竹县的，我没有注意，我只是新闻比较两个人啊，一个去法国立刻回来，哦，一个去法国立刻回来，一个就安排好，哦，要去意大利去罗马，是不是？哦，然后他还脸书哦，好像吩咐大家说我要出远门了，你们要小心台风哦。然后下面竟然放他去意大利的行程，哇，我觉得很笨呢，不要讲嘛，低调一点嘛。你一定给你的灾民哦，如果你的选民变灾民，一定恨得咬牙切齿哦。我们在饱受这个风雨之苦啊，我现在不分蓝绿哦，不懂那个县长，新竹县的县长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无党哦。新竹你好哦，花莲如何？我们这个夜猫子时间，所以要被骂。上一次桃园县长也出国，对咯，郑文灿也是出国嘛，对吗？哦，上一次他也是出国，所以很奇怪的。我觉得现在也是选举期嘛，哦，他们已经选完了，拿到县长了，哦，稳稳吃米粉。那你要浮选嘛？你有很多看来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对不对？所以，哎呀，大家都怎么考察考察？张大哥从前都知道，考察都是考察考了又怎样？哦，考了又没有，考了视察了又怎样？那你考察不一定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嘛，对不对？台风期你出去总是会给人家讲的啊。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些人也是真的是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啦。花莲白天风雨大，现在无风无雨，意思说风雨过了咯。哦，但是刚才气象专家讲说到明天呢，到明天11点来解围嘛，所以我看来又说多少级的台风，然后看到很多飞机都停飞，新加坡这边有些班机都没有去桃园机场被停飞嘛，所以张大哥又明天休假，所以晚上今天又我从前是夜猫子，我告诉大家，我当警员当了14年，我是轮班的，轮班就是夜猫子哦，当警察做警员，你们所说的员警哦，14年里面轮班一直轮班，从来都没有办公，就是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都是轮班的，所以一个月哦，30天最少有10天是夜班的，然后10天是午班，10天是早班，哦，没有这么多，还要扣掉7天的假期，好像不用放假了。哦，30天工作里面大概有5天啊，应该这样讲，5天早班，5天午班，5天晚班，哦，晚班就是半夜嘛，所以我也是曾经是半夜鬼，他们说新加坡喜欢叫半夜鬼，哦，你们喜欢叫夜猫子，当然夜猫子比较文雅一点，哦。夜猫子啊，又风雨天，又想到你们，就试试看怎么吃哦。反正我的枕边人不在嘛，他在顾顺呢，所以我明天又不必去找他们了，因为明天我要做一点家务，想要把我家的那个露台，我的露台哦，如果你们有看我的视频里面早期的
小冰有后面有那个花园有鱼缸啊，这全部已经没有掉了，哇，现在一片废墟，呵呵，所以很想把它整理一下。哦，因为那边还有一个，我那边还有一架跑步机在我的露台，哦，所以我是说整理一下啦，张大哥，哇，我很多东西家里很多，我的书房真的是书啊，书房很多书啊。我先从露台整理先，然后客厅整理一下，然后书房整理好了之后，要买书，要买一个饭桌放在书房，然后那个饭桌也可以成为我直播的地方。那看看能不能够把书房隔开隔起来，因为我们是没有隔的，假如隔起来就可以装一个空调啊，所谓的冷气机，好像现在我在房间里面是冷气机嘛，声音就很好，哦，绝对不会有那个嘈杂的声音了，冷气还声音还小嘛，哦，你们听不到，哦。潘花花哦，谢谢你，哦，你们都是夜猫子，看他很多，你知道吗？我已经中断两三次了，看有些人都不耐烦了，哎呀，你们出现我就很开心了。还要看到五个眼睛，这么迟，所有的人都睡了，韩国瑜也睡了。啊，想当年啊，我就是夜猫子啊，半夜都没睡啊。哇，有时候我当年做便利啊，半夜去什么，突击人家，突击那些赌库。哦，赌博，哎呦，那些真的是赌鬼啊，可以赌通宵。哎，不好意思啊，如果你们网友里面有赌哦，我不是指你们是赌鬼，我们这样形容啊，当时形容那些赌博的人，哦，真的是半夜鬼，哦，就是一直赌到天亮，然后非法赌博。那我们张大哥从前是做宿赌主，专门取缔非法赌博。当年呢，我是这样的来抓赌博。我们徐县长被那姓苏的丁真的很火，他耍好大的官威，真的不很不爽，很火大。哎呀，只有你们台湾 can 了，哦，败选的候选人可以做部长、做首长、做院长，我也真的不明白。哦，都没有被人民所托嘛。本来你败选之后，胜选的人做市长，你败选就是一介草民，结果你做院长又比他市长大，哦，我是被气到睡不着。什么事情被气？宋心如可以告诉我们吗？可以分享一下。有人说张大哥你应该让这个直播能够 call in， 哎呀，暂时不要了，因为我不是在台湾，我这里是新加坡嘞。call in 的话，那个线路不会好的，你明白吗？长途电话虽然是免费啦，哦，但是因为靠 WiFi 的那个，所以很难的。我会尝试试，将来有机会，哦，哎。送网友、送姐妹、送妹妹、送姐姐，你说你被气到睡不着，可以分享吗？哦，因为你这边也没有，这边也是说你气得很，哦，一样，我没有看到你在写东西，可能你还在写，不好意思，那我们就继续讲，到底什么事情让你生气？哦，那。哎，我讲到哪里？我讲到那个啊，当年我做赌，我是半夜鬼。张大哥从前也不是很，其实我也不是说坏啦，我可能没有韩国瑜那样坏，小年轻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做警察嘛，警察跟官跟贼哈，哦，是一线之差嘛，对吗？警察跟那我们这些。县长是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对啦。结果他
他做部，他做院长就大过他，啊，他连，哎呀，我的不，县长、市长选不到，结果官威，官威，哎呀，如果韩国瑜当选，这些人就没有了，对不对？我在想，他可能很想跟，他很想苏蔡配，苏蔡配，哦，苏，欸，不是，是啊，蔡苏配，蔡苏配，不是苏蔡。他想蔡苏配啦，我猜是这样咯，所以他一直要表现咯。哦，不知道啦，这些，哎呀，人的东西，哎呀，中大哥都反乱了。对不起，我拿一个水，我拿我的水瓶喝水一下。哎呀，年纪大了哦，其实喝水是很重要的，每次补充水。因为花莲的县长没有接到梳光头的咨询哦。其实我很想问哦，中央知道又怎样？真正防灾是地方吗？对吗？中央就是知道也不能够下指导棋啊。中央知道花莲的灾情，其实这些视讯是，所以不应该视讯的嘛。其实你不明白，是有一点好像要给人家看那些镜头嘛，真正重要的是电话嘛，打电话就比较不会中断，对不对？你用视讯啊，随时讯号都会接不到的嘛，可以打电话的啊，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为了那个灾情哦，那你会去说要看到，他主要是要看到那个县长在那个防灾中心，哎呀，真的是。然后他自己的人出国是吗？那个出国的是，哇，哎呀，不知道啦，我就是因为你们，哇，我突然打呵欠，你说苏光什么是我们屏东处的大什么什么，我不要念出来了。当然是我们县民重要，凭什么要先接他的视讯？当然了，当然是地方。其实接视讯干嘛？你中央不能够做什么吗？地方，你中央你就下去咯，对不对？你下到那个灾区，像韩国瑜当时，你看韩国瑜当时下到灾区去，然后啊，那个淹水事情到现在大家还是，哦，引起很多人注意，啊。苦民所苦里面一个非常动人的那个影片，对不对？那时候他连摄影员都请不起吧，应该都聘请不起，结果自己的，小女儿，哦，韩青是吗？韩冰一个叫韩青啊，对，韩青帮他拍摄，哎，妇女一起在灾区里面，所以这些官员真的是要去处理的话，是再喝一口水。不懂，我觉得这个水瓶很好，我每次很想介绍东西给大家，你们可以买。我上一次去，刚刚去花莲，我买的那个是什么牌子的？老虎牌的。这个水平不错，这个也是不错，这个大笨象牌的，小笨象，很耐啊，你早上烧水放进去哦，晚上真的晚上还是烧烧的，那又刚刚好不会烧到很烫，哦，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官威，中央可以作秀。人其实我是觉得很奇怪，讲的话做的秀，人民听得进吗？我也不知道啦。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懂，台湾人的很多人，你们就听一面之词，没有好像听到韩国瑜很多负面的消息。我看到那些去访问
去街边访问的那些直播客嘛，问要不要选韩国瑜，每个都说不要选。哎呀，好像有时又会紧张起来，但是我觉得不会了，因为整体的民众的心声，有一个也是嘛，说不要选韩国瑜，又还没有决定。哎，自己苦自己不知道，路有没有平不知道。好像我去那时候，我八月的时候去嘉义啊，在高雄嘉义阿里山，我在高雄问那个计程车司机嘛，我说：“哎，你们的路不错哦，做的。”他说：“本来就要做的嘛，明明是韩国瑜加把劲把这个路都铺平了哈。”有一个网友，我就看到有一个不是有一个民众就在新闻里面告诉那个访问的记者说，哇，很好啊，录屏了，差不多要做到我家了，那种很期待很兴奋，这些是 positive thinking， 很积极很正面，很正面的看韩国瑜做事。那些硬着头皮就是不要支持蓝啊，不要支持韩国瑜的人，你就算做得漂漂亮亮，哇，你就算马路铺个地毯给他，他也跟你讲说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一句话就把你的功劳全部哦，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所以其实做政治人物哦，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啦，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不好意思啊，我的枕头掉了，哎呀，不可以给你们看我的枕头。哎呀，坐在我的大床上，枕边人不在，我自己一个就可以做夜猫子。当年夜猫子就喝酒咯，吃花生咯，哦，风雅，哦，风，大几个大男人在那边喝酒。哎呀，现在年纪大啊，回到正题，因为。宋网友很认真，我不要底下让他失望，不相信民调，坚定支持韩国瑜就对了。是啦，这样你和我没问题啦，问题是会影响一些人的，但是不担心啦，我觉得有天意咯。所以大家只要坚持啦，像宋心如所讲的，要坚持支持韩国瑜，然后我觉得我开始会累。现在几点？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几点，1:37。嗯，我讲多10分钟，我就要去睡。我通常不要迟过2点睡嘛，哦，2点可以睡到7点，5个小时我就很够了。张大哥看起来很憔悴，素颜，不好意思。不要紧啦，张大哥已经61岁的人了。其实那些歌星明星也是脸也是涂粉啊，男人也是涂粉。哦，不然就是去打什么肉菌感啊什么。哎呀，我们张大哥什么都没有。哦，年纪大了吗？总是有斑的。哎呀，时间没有办法回来了，只有活着的时候。珍惜前面的时间。张大哥现在很多想法，因为我已经61岁半了，哇，很快哦，做3年半我就要退休了，所以我现在开始为退休后的一些工作，要做的事情来铺路嘛，预备。我们也不可以不完全做工，不做工啊，不做工也闷死啊。你说日子过吗？过，累了你就先睡。没有啦，我没有睡了，我还早。但是我不可能，我当年可以跟女朋友谈到天亮，谈电话，煲顶我要做，谈到电话，现在没办法。哦，他还是，现在这个直播还顺利，就跟他做完他，然后明年又放 YouTube。也没有辛苦了，我真的很有兴趣了，做直播课。那我一直训练自己的口才，另外一方面就是直播啊。我因为我一直坚持，我起初我还有写纲要，
他刚刚讲什么，我现在不要了，我不要写东西了，我学韩国语一样，开口就一直讲，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华语又不好，因为我是在英语环境的工作环境里面，然后虽然我是华校生，那我英语又不好，因为我毕竟是华校生，所以我华语不准不标准，英语就半桶水啊，结果又真的四不像，三不像四不像，但是我讲话还有一点快啦，能够，那我要抓住那些中心思想啊，我的原则啊，立场，对韩国瑜，对国民党，对台湾的政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哎呀，不要一直说年纪了，我可大，我你以后你大我一岁，但是你好看多多，我看你哇，唱歌还有很厉害哦，卡拉 OK 嘞，哇，你卡拉 OK， 你声音很好啊，我知道啊，不过都是我们都是同一辈的唱法啦，忘了吧，再想他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烦恼多一重，还不是有始无终。我们唱的声那种技巧都一样，现在的歌星太厉害了，歌手好像周杰伦一样，哇，一下子高音，一下子低音，一下子高音，一直飙那个海豚音，哇，张大哥没办法。张大哥认不认同民进党当前中共对付台湾就不需要理由，这就是你们危险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你看我一直提嘛，我的立场就是像新加坡这样，为什么我们周遭都是穆斯林的国家呢？那我们这边是四大种族，但是华族为主，所以民间信仰为主，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基督教，然后回教是第三，印度教第四，那周遭都是回教徒，那我们要拿捏很清楚。如果我们太过强调哇基督教，太过强调民间信仰佛教啦道教，我们的少数民族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了，那周遭的又是这些回教徒，他们当然会，所以我们的政府这方面倒是真的很小心，就是大家要彼此包容，爱以包容，在新加坡这种四大种族的国家就能够体现出来。猪皮好，你也没睡啊，哇，我今天晚上直播也不错啦，至少看到新卢啦、玉中啊，猪皮没睡啊，早些时候还有一些人呢。哦，你在新加坡就是歌手啊，哇，哦，厉害厉害厉害，哇，现在新加坡的歌，我不懂你们那个时代有没有挂钞票啊，挂花圈，哦，钞票啊，现在哇，有点变相啊，都不是听歌，你是在民歌星唱歌就好了，如果是在那种夜总会，很难表现出你的歌艺，对不对？Emily 什么 HHI Hush 怎么 pronounce 啊？谢谢你哦，跟你打打招呼，看到你进来。新加坡有啦，有夜，那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就是，夜总会嘛，我们叫夜总会咯，歌厅咯，还有歌剧院。歌剧院就真的是表演，有机会展示歌喉了。那有些酒楼也请歌星唱歌，就唱一半，有人过生日啊，就替他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是这样，对不对？你是在那边在新加坡当歌星，歌手啊，我称你歌星，你自己签。
谦虚的说自己是歌手啦。哎呀，有些人唱歌，我待了十几年了，哇，真的，那你不是捞了一大笔？不好意思，我是开玩笑啊，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应该是收入不错嘛，其实也不是见得了。我知道我的张大哥的太太的哥哥叫什么，哎呀，我的太太的姐夫啊，我不管叫他什么同门啊，他是鼓手来的，从前留长头发。紫罗兰，哎，哇 ，Mr. 苏，黄林，哇，你们都不睡啊？想不到夜猫子蛮多的嘞，哇，每个都这样进来，很感动嘞。哇，张大哥还可以继续跟你们谈的，大概明天不要给我太太知道，拉我的耳朵啊！你不要出来，你没有睡觉，你竟然跟，你竟然做夜猫子。哦，你回复陈义忠认同，陈义忠说什么？哦，张大哥认不认同民进党当权，中共对付台湾都不需要理由，本来就是嘛，想都懂了。所以就是一直要制造紧张关系，但是他们也很聪明，知道中国是不会打过来的。为什么中国不会打过来呢？因为战争真的是不会对任何一方有好处的。你看美国每次打仗啊，美国每次去不同的地方，阿富汗也好啦，伊朗也好啦，伊拉克也好，为什么？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侵占人家的石油嘛，科威特就是石油嘛，第一，第二就是卖武器嘛。那台湾跟中国如果打架就是同门兄弟，骨肉曾经有骨肉亲情的，这边你死我活嘛，就是同是老百姓嘛，只是当年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一个共产主义，然后就打到现在还在打。如果真的打了不可以了，台湾的军队也不弱，中国的军队也很强啊，一打下去就是两败俱伤，都有伤的嘛，那就担心人家渔人得利。那美国就是想要卖武器嘛，卖给台湾的武器都很差的，真的。我们当过兵，我们都知道啦，那些飞机都是我们新加坡的飞机，我们的战斗机是哦，你们的战斗机，你们的空军，想当年我们第一批空军是跟台湾的空军的退休的将领在我们新加坡做教官，当时我们的飞机都是好像是从以色列来的。现在我们的飞机，美国最好的飞机都卖给我们。那我们在不同的空军基地有空军基地吗？你们只是，你看啊，你们只是卖武器给你们，那些美国军人有没有到台湾受训，训练台湾的空军这些机师呢？我就不知道。那新加坡是直接到那个国家，直接到法国，直接到美国受训那些武器，那为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战略性的。新加坡自己的国家的空军是很少数量，真正是在文莱啦、澳洲啦、法国啦、美国啦，随时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是回来。这你明白了哈？我们是用别人的，我们付很，当然付很高的费用，我们每一年的那个财政预算，这个武装部队是国防是最大的一笔的，但是我们的人民都没有，从来不去排斥，所以我们从小就已经坚定，这些我们的国防意识还蛮强的。大陆这次对港独处理态度非常克制，是大陆也是很为难。现在还不定啊，因为十月十号双十节，是十月十号，是你们现在，你们是十月一号还是十月十号？是中国大陆明天呢，还是双十？是我不知道。总之你们两个国庆我也搞乱了，你们可以告诉我吗？你们的国庆是谁先谁后？
反正中国的国庆日要到啊，他是很紧张的，所以你看他把那些国庆的庆祝节目都弄成室内，怕这些黑衣人吗？哦，他们就是要惹事吗？他们就是，哦，你阿波罗，等一下，我一下子看到宋心如说他当年做歌手在新加坡那几个地方我都很熟的，我先讲完这个，中国就是。他们就是要让希望中国进兵变成另外一个六四事件，明白吗？所以中国一定克制了。好，记不记回到我待过海燕、阿波罗、海景楼、金台北很多家夜总会，你说的没错，钱是花圈哈。哎呀，其实做歌手心酸嘛，真的遇到知音人就不错了。哦，有时是有些人是哦，听歌都不是在一个嘛，哦，男人都是，哎，所以海燕、阿波罗不错啦。其实我知道那些歌手唱歌也是规规矩矩啊，很多，但是总是会有一种社会的眼光看一般的歌手。心如啊，我讲真话，你不要生气。哦，不过什么时代了，现在？有时歌星都是这样。我记得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做警察的时候，哇，我路我挡到，就是我们设路障嘛，那个王路仪啊，也是很大辆的车啊，你看到里面去也是王路仪跟那个好像大老板那样穿西装的，哇，你就很多联想啊。也是很过分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我离开新加坡刚好强尼哦，樟宜机场刚建好，所以你离开是巴耶雷巴机场啊。中华民国国庆是双十，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0月30日，对不对？好，哦，后面嘛，你们先国庆了，然后就中国人才国庆。对吗？对吗？请告诉我，对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的国庆是10月30日，对吗？中华民国的国庆就是台湾的国庆是双十，10月10日，对哦。哇，不要搞错，不要搞错。哇，很快嘞，差不多2点了，那真的，哦，不错了。你们还听我讲话，还有6只眼睛看着我。我看看有几个人：紫罗兰、苏、Mr. Lim、伊咪、王许、李谢哦，王许、李谢、李景星、仲心如哦，刚好6个嘞，真的嘞，6个人，算一算有6个人在。跟我讲哦，一个走了，拜拜。当初很严格哦，10月1日啊，中国国庆日10月1日不就是明天哦？哦，哇，明天可以看，当那个有这个，我这个平板电脑哦，有那个中央电视台啊，报馆给我中央电视台啊，哇。怎么少了你哦？一中你也在哦，所以7、8个哦。但是现在只有5个眼睛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0月1日，明天啦，啊。台湾是双十，哦 ，OK， 哇，明天我休假嘞，我可以看中国的国庆日。哎，我不可以讲，我很喜欢看中国的那些军什么国庆啊，哦，但是我还是喜欢去台湾，理由。我太太也是的，我们中国去很少，我们只去过一个南京，也是跟国民党有关系的，北京没去过，然后去很多香港，去很多澳门，那算不算中国你自己想，然后去过深圳，就是这样，阅兵，对，我喜欢阅兵，新加坡的阅兵也很好看，中国的阅兵也很好看，台湾的也很好看，都很好看。不过台湾啊，很闹啊，很胡，
我知道有一次，因为那个陈水扁赢嘛，宋楚瑜输了，他们去闹场子，闹笑，我就觉得国庆的你们可以做这种事，真的是，真的，在新加坡，你在这种场合闹场，你就是被关的不用审讯的内安法，新加坡很严。台湾不阅兵了，是啦，其实阅兵嘛，你应该阅兵嘛，他们不是说要拿扫把抵挡中国，那你就要示威啊，就要阅兵啊，阅兵也没有什么展示你的军力、啊，新加坡有啊，我们厉害，我们在演习，我们在演习这样，我们最近展示军那些哇武器。邻国也没有抗议啊，因为他们开心死，哇，你竟然公开的透露你的军力，但是他们看得怎样，流口水咯，美国没有卖这些武器给他们啊，新加坡跟美国好得不得了，是，就是这样。但是你说新加坡跟中国会不会不好，也是很好，派新光部队本来在台湾嘛，后来就有一些已经转到去中国训练，福建那边训练了。我告诉你们，我所知道了，不懂对不对？北京有阅兵很精彩哦，不要错过。赤裸烂，哎呦，台湾那首 China people， 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好，听你的口气好像在宣传北京，宣传啊，这个什么 Ronaldo。哎呀，不懂声音 how to pronounce TSEN TS 啊，哦，也在看直播，哎呀，跟你招招手啊，谢谢你哦，你现在回来啊，你是不是喝了两杯酒三杯酒才回来，你应该是讲英文的嘛，是吗？你不是台湾人的，你应该是新加坡人哦，北京有阅兵啊，对，下面上面都一样，哎，为什么给我一个笑脸？我讲什么话讲到你听起来很好笑？哇，我今天直播很好玩哦，又讲阅兵啊，又讲歌手登台唱歌，又讲防灾啊，防火啊，风灾。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已经累了，差不多要睡了。啊，你们没事我就开心了。哦，你台北人啊，紫罗兰，当然啦，我跟你开玩笑啦。其实没有错啦，你喜欢看北京阅兵，不是去看哦。现在什么时代哦？哦，真的要打起来，真的是要深仇大恨的，不然就不会打了嘛，对不对？什么时代了？你说日本人多坏多坏也是当年了。你现在去日本，你看我们的年轻人哈日的这么多。是啦，拿扫把就是啦，这么喜欢就阅兵咯，阅兵拿扫把，扫把军队，不是打是扫把就要拿，又笑死人。韩国瑜说：“我出拳头，因为韩国瑜当过军人嘛。”哎，一个律师，一个军人，谁强？哎呀，国栋不懂会选哦，哇，台湾的。还是回到总统选举是我拿手，不是拿手啦，我一直在注关注。现在哦，到底姓赖的赖神是不是精进哦？哇，王春生 ，Hello， 你好，跟你招招手。到底果冻会不会选？啊，新如晚安，哈、啊，果然有人睡了，差不多，我也是差不多，我就是。我就一直在好奇啦，果冻会不会选啊？赖神会不会选啊？蔡英文的副手是谁啦？韩国瑜的副手是谁啦？朱立伦的去向如何啦？这个果冻啊，宋楚瑜会不会出来啊？亲民党会派谁啊？时代力量不选啊？民众党有没有总统候选人呢、啊？应该是没有了，但
科比会不会选呢、啊？他有20%、啊，怎么讲都有20%、啊。好了，今晚直播再跟你们谈，我们都去睡觉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晚安 ，Sayonara，Sayonara。